伊问阿爸老师：，有关尿素呢？伊稀释倍数，若是要喷药米到底要稀释几倍？是毋是当加撒糖剂到底来使用？全期拢使用尿素麦芽肥料，嗯，安、啊、尼敢会用个？ 即个对对番马来讲吼，可能咱土壤内底吼，即、这个啊、呃，你那是纯粹拢尿素吼。咱即话讲玉米吼，玉米其实啊，伊、呃、足需要即个钾肥吼，所以你呐完全拢是即个尿素无加。 加肥会突尖吼迄、哦那个袂溜，伊在遐个一十无粒啊吼，啊、哦，会、那個、生啊足歹看，吼、哦、迄水白八水，吼、哦、所以啊，加、呃、呢也是相当诶一个即个重要。虽然翻倍呢足够食肥诶吼、哦、那么但是呢啊，即、呃、款呢，你纯粹拢用即个就手来甲看起来呢啊、呃，其实不太够吼即个啊，即、呃這个上重要吼上、哦、重要呢一定爱有即款诶一个迄吼、哦、那么还是要有食吼爱加去去甲伊即个搭配。 啊，即、这个磷呢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磷呢，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即、这个磷呢，你也当用啊，比如讲伊咱除非即块地吼，即三十担拢毋捌种植过吼，你也当用三十九啊去拍地啊，用磷酸啊去拍地啊，这无要紧吼。啊，但是你若总讲啊，这地有种植过，你只要用溶磷菌吼，代代概玉米呢啊磷会当毋免好伊，但是即个价呢啊不行的吼，即、哦这个啊你一分地上起码呢哎、啊、差不多有这十二公。 斤左右的一個这个、这个啊，比如讲你呢用这安加利就温低哈，上期嘛要够爱爱有够十二公斤哈啊，这个量啊一般都唔买啦吼，就是讲纯粹这個紅咖喱利呢十二公斤。那么那总共你用这个就数哈，用这个就数呢，那么。 呃，无咖吼，无咖喱吼、哦，没有加肥吼、哦，那么这种呢，就可能就较容易即、这个会流血吼。咱讲呢，啊，公医公叫做突尖，哈,哈，伊就不会流转一攒呢，啊，即、这个壁隔袂起来，吼、哦，即会会发生这种诶即即情形，吼、哦，所以伫家啊，互你小做一即个,个参考，哈、哦。那么假设哈、哦，假设你即个反马呢，吼、哦，要来用即、这个啊，要喷即个尿素，吼、哦，那么尿素呢，那么咱咧用诶时阵，吼、哦，即因为尿素就。 这个作多一这特点就是讲啊，这伊没有一离子哈，因为它是啊，伊毋是它是一个分子诶，状态它不是离子状态哈，所以呢，尿素这啊，应该伊都是这个，诶，就说就说，是碳氢氧。 碳氢氧掉，碳氢氧啊啊，伊所组合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有机化合物哈、啊，所以啊有一个这个啊也组合的即，就是讲咱化学式来对的是 C O。 N two H 四哈，C O N two H 四哈。那么这个 N two 哈，N two H 四其实一是能写哈，所以有的人会去改写 N H two 括号二哈、啊，啊后姐这这 C O 哈，这是这类、个、啊，这类、个、分子式呢，这个、通常是安尼写哈。那么这是一个这类、个、啊、呃，很特别哈，这是咱动物哈的动物的一类这类、个、啊，咱一般哺乳动物哈蛋白质代谢以后，那么就会产生尿素哈，这通常 但呢，这类啊，人类的这个尿液里面呢，啊，就会很容易去出现哈这种呢，这类这类文这些物件啊。那么呢，啊，这类呃呃有机化学人大概都要知道哈，这类尿素哈，这类有手有手，碳在中间，那么碳有四个键，所以上面再加一两条键，跟氧氧有两个键所以那么 N H N H two 呢有各有一个哈，所以这类 N H 2的是这类氨。 就是伊些氨根，好、这个，这些物啊，这些、个、呢，啊、呃，就说伊个叫这部分 n H two 也变 N H 三，n H 四，带一个正电，哦、那么诶，变这几块啊，微生物去把分解分解掉，但这不得话都啊，去吸收一部分或者慢慢以 N H 四，哦，这个氨态氮，然后变作这个硝酸态氮，N H 三带一个负电，哦、这就即个即、这个规定，哦，所以用这些头卡底是。 时阵啊，就说未使堵水吼，即咱真侪好朋友知影吼。啊、喔，但是呢，你用即个后面吼，因为伊啊，因为伫即个水底，它不会解离，吼、喔，所以基本上它不会有这个氨基酸的一个啊，未有即种诶、欸、依依稀子管的即个问题，吼、喔。所以咱有的人讲啊，即就说啊，喷较重的无要紧，但是呢啊，你喷完了伊的氧化，氧化者即过程，它会分解，分解的时阵啊，就说上贵头侪，吼、喔、啊，也是会去烧到液面，但是唔。 是因为你啊，这个依西子的关系，是因为分解来得呢。那么你来改做个这个，这个有哈。所以你啊，中工是别用的这个叶面哈，用的这个下面呢啊，其实呃，它可以用的这个倍数哈，通常咱的用这个两百倍到四百倍哈。为人讲啊，的不是无依西子，我改用一寡啊，改用一寡还是有危险的哈、啊。那么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、危险性。那么底单的这这氮肥来得尿素是一个升工啊。 效率还蛮高的吼，你也当用這，比如个河边水钓啦，吼，种红来、种甘蔗、种茶，吼，种茶用作这哈。那么，这个水钓，吼，红来翻贝，吼，这拢会当用。啊，你也别喷河边，啊，你也别喷河边的时阵。那么，因为像这个翻贝呢，啊，也抗会,會差所以咧，啊，两百倍没问题。啊，你像水彩，水彩你用两百倍，伊可能被砍的，也是受不了所以你阿伟受不了，因为这几手呢，啊， 空气当中，它是会被分解掉的啊！这也也伫水里，因为你水底的时阵也分解，分解的时阵啊，原在因为你水底是无乙烯酯，但是啊，接触到空气哈，被空气分解，伊就即个啊，有即个会去烧掉哈，所以乙烯酯的即个关系。所以咱咧下即个就所上好是讲下底头壳咱个砍起，来，但是咧多数咱是无甲砍起。来为什么讲要甲砍起？来，因为啊，伊会变做即个安泰氮哦。 你这个土壤啊，较碱性的这个环境，尿素你个用了用了涂卡，伊就变那么尼样的背掉去啊！哦，但其实流失的量啊，这个啊很严重啊。在咱水流，咱咧用这尿素的是爱半担担的时阵，未使堵水，哈、哦，尿素未使堵水，哈、哦，你永远的记住嘞。所以有足侪人，人咧破产，吼、哦，伊咧用尿素足够用的，伊也未掉卡，伊去个伊啊啊，也尿素薄薄啊，也滴水流足够大。 哦，因为它含硫高嘛，哦，所以啊，但是这样小注意，吼，就是讲伊买也济，那么这个无无毒水嘅姐姐进行咧啊来解这个用，吼、啊就是這個，啊就所用的这个啊即种吼，有这个啊土壤来得变氨态氮、氨态氮啊，慢慢慢慢也变这个硝酸态氮，吼，所以有的人讲用這个所土会变酸啊，这个是对的，吼，但是你冇用遐济啦。 你没有用那么多啊啊，所以尿素呢，其实是一个好的这个氮肥，所以啊，你来用的这个叶面哈就是、说攻是较幼叶四百倍哦，啊那是较粗叶两百倍不要紧，但是你翻倍呢未使啊，未使这个转转拢用氮肥哈、啊，因为啊加那不搞也这个流尾。那么另外，个就是讲你也要加汤药啊，加什么哈、啊，这个都可以哈，也、啊、这复配性足管的哈、啊。你记住哈、啊，这市面上这类复合肥料来的氮。 蛋磷钾 NPK 哦，NP K, 只要那个 N 呐哈，一些蛋呢啊，有超过二十五以上，二十或二十五以上的，还有平均有一个三十十十诶，这种哈，这个里面一定会有一点尿素，因为你蛋手被他管被 U 他管的时阵哦，纯粹用硝酸代氮哦，U 不三的去，所以也去给他加一数量之个尿素哦。那么在咱台湾哈，尿素在即个北方他们不好用哦，因为也做冷的，所以你尿素也伫涂骹。 素是性是哎呦，微生物去分解、喔、变氨态氮变硝酸态氮，这个速度较慢的，有当时下落来，你这个时阵没有加一二十个缸以后，加掉二十五天以后才吃得到，很慢很慢很慢。所以这个物件等于啊，较慢用的，也是讲啊，所以为什么北方人作起较少用就素，那么南方南方哦，南方是指什么叫做南方？就是讲这个温度均温在二十五二十到二十五这个所在，就讲伊有二十度以上，同样这温度二十度以上， 就說的就可好用，因为伊个微生物呢，有一定的这个分解的解解能力。那么咱夜里头卡的时阵，伊效率就较悬的哦。比如讲咱啊做这個水菜，但是因为这个效率较悬的时候，伊就较容易啊，这个水啊就能糟,糟糟嘛。因为大了伤过头雄，尤其像这個水貂啊。但是人这个高热的吼，人咧播这个播产也是啊，这个尤其晚冬吼，晚冬啊咧高热，这个高就属较高热的人吼，气候拢会过水吼、哦。 伊落足少，诶，我并讲伊啊，即个薄类啊，薄类伊克尔大，但是毋是,是慢動慢動動可可啊。我即马讲诶是万丹，吼万丹温度较悬。即满你甲落类啊，甲克尔大，克尔大是因伊无拍地，吼即个无拍地。啊，然后呢，伊即满开始哦，看伊咧吐青啊，但是伊阵拄啊好啊，土要澹澹吼，袂掉卡，但是伊啊较打伤，伊即满就所去甲压落。 也足背诶一份地可能得一两公斤尔，哦，就厉害。安尼足做背的，装起个鸭子扁，鸭一遍呢，伊伊即码等到落去了。吼，比如讲袂掉骹，袂掉骹到爱饮水，差不多一工半。吼。比如讲你今日去落，那明仔明仔，你也饮水。但是人伊咧落就少，伊咧饮水诶时阵，伊会饮足清水诶。吼，比如讲伊着走一下平平啊。 啊，走鬼啊，明明啊，啊，伊都去去放了又打，啊，即放了又打，啊，即嘛放了又打，伊个去也是变这个要素，哦、喔，迄切啊，足够大。啊，你若看人咧也是要素，你若讲哼，戆戆缀人去白忙，你怎规个洒落，水甲浸落，啊，伫万丹往一头拍落，一斤就怎乌去，吼、哦，你要讲哎，伊怪加骗，哎，太太使破产，太使用要素，啊，这著、就是变做你安怎去操作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个记住。 要收在即后面两百倍哦，就是一个极限。那么那卡有四百倍哦，你当含其他一些物件。但是你若是到里头卡，伊就是袂使赌水哦，袂使赌里即个水底哦，阿、啊、都不三要紧哦。所以讲阿伯啊，袂使赌里水底啊，我拢听听听你咧讲即个啊，即、呃這个无土栽培的时阵，你拢叫人工作人家己说出来尿素对吧？ 但是我讲诶，无土栽培唔是水根哦，是迄、那个啊，用培养土，伊有一点啊，迄蓝一点点就说也当降低迄、那个啊,啊，咱泡伊诶即个肥料依稀值啊，但是迄个量少、哦，效果就好诶哦。所以明天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讲过犹不及，啊，你要控制要那么这个效果呢就会特别的好、哦、那么底黄贝内对，哈、哦，你看那都就说那不行的、哦、就绝对會留不